洪婶，今天这生蚝不错嘛，个头挺大的。死老婆，把我的生蚝放下。这生蚝说昨天晚上就定了。肥肥，你别生气，俺大侄子比你出的高一块钱。洪婶，做生意不能这样呀。哎，你要买不起你都别吃了。洪婶，我出十一。十二。我十三。十四。十五。十八。二十。成交。肥肥，生蚝生进来了。有你在的地方最没好事。洪婶，生蚝送家里啊。知道了。别忘了胃口。太过分了，我非要踹他两脚。多踹两脚。哥们儿，我咋看你不开心呀、啊、你这家园里边包饭了刷洗抢客以及烹饪服务呀，天这么热，不用你动手都能吃到嘴的，想想多划算。大壮，你今天要刷不干净你就别想走。别想走。崔姐，今天又不用咱做饭，你开算干啥？你还真指望他做呀？让他吃还行。哎呀！大壮，这几个你怎么不刷呢？你吃的是生蚝肉，又不是生蚝壳，刷那干净干啥的呀？就你这服务，能对得起你吃的回扣吗？天地良心，我可没吃回扣。那你这啥意思？这是自我防范。你俩刚偷袭来，我树跟人家好喽。熬个蒜蓉酱，炒香，加入另一半蒜。飞姐，生蚝洗好了。行，生抽、蚝油、盐、鸡精、味精、白糖。哎。大壮，壳还没撬完呀！你太烧好了，催啥嘞？催！不干了，不干。浇上蒜蓉酱、香辣酱。哥们儿，粉丝来丢了！我跟队队不吃粉丝，我吃呀！吃你自己的粉丝。来，瑞瑞。哇，飞姐，这蒜蓉味的也太香了。来来来，大壮，多吃点。嗯，好嘞。大壮，快吃，这个也凉了。嗯。别这个样子了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呀。有啥不好意思了？多吃点。大壮，你可是真能吃呀。不是给你吹的，这样的生蚝我曾经吃过20个。大壮，来继续。不吃了，今天吃的非常开心。顾老板，停！吃了这么多生蚝，不付钱就想走？我烤的生蚝可是50块钱一个。瑞瑞，去把俩小丁留扣了。得嘞。飞飞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何必这样子做呀？你吃回扣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乡里乡亲呢？大壮，今天谢谢你了啊。哥们儿，你看不起谁呢？就接这一天，再接1000斤。行了，大壮，就这样够我们吃一阵子了。大壮，我今天做美食刺客，接着来吃啊。慢走啊，前面有坑。飞姐，啥是美食刺客呀？美食刺客呀，就是好吃的美食，等着吃吧。那我还卖关子。牛心、牛肚、牛腱子、牛舌、牛骨、鸡架子，焯个水，白酒去腥，牛舌舌苔去一下，水开，鸡架子、牛骨头吊个高汤，牛心扎上皂角刺。哥们儿，啥是美食刺客呀？扎心呐！又没扎你的心，美食刺客，刺客怎么能少得了刺？把老卤烧开，卤牛肉。
就这老卤煮啥啥香。菲菲，你这是啥意思呀？啊，大壮，你能不能别一来我家就往缸里跳呀？天这么热，不往缸里跳往哪跳啊？兄弟要管哪走？你啥态度嘛？来点盐调个味儿。肉卤的差不多了，吃过。做一个美食刺客底汤，花椒麻椒炒香，来半泡火锅底料，再来两瓢高汤，盐味精胡椒粉调味，肉片切的大一点，吃的过瘾。牛舌头、牛腱子加入底汤，哥们儿，这不是那黄飘牛肉吗？还叫那啥啥尖刻呀，还洋气的不成？这是我做的，我说它是啥它就是啥，就你事儿多，你想也大了吧你。哇，这个过瘾呐。哥们儿，这牛舌吃肉真的呢，比牛肚好吃多了。大壮，以后不要跟我称兄道弟，显得我跟女汉子一样，就是老是叫我兄弟。一个称呼而已，那俩何必这呢？真的，兄弟，吃吃吃，哥们儿，你多吃点，你吃吧。不吃，我自己吃。现这锅咋烂了呀？锅烂了好啊，烂了我都不用做饭了，我饿了咋办呢？饿了好啊，饿了都不用减肥了，那饿蹬腿又咋办呢？饿蹬腿都好啊，你饿蹬腿了，全村人都不饿了。打我，打我好呀，食品都限流了。这小子是不是早上吃错药了？阴阳怪气了。我阴阳怪气，我吃错药来了，你啥都不拿，我做个红烧好吃呗。是这，生破烂。啥意思呀？五十三他来吃饭。现在装包包了，少慌。那个冻品挑战我大壮的厨艺嘞！黑龙江做不好笑死我你了！你给我看好吧，八十，八十，八十，哎，你这小子好使，八十！我心中这插把刀，我忍！全兴三件套，料酒不能少。走，歇歇。来一坨羊油，必出油炸，燃油加锅。下卤小四分，不要烫。黑松饼，你炒一锅豆豆干啥的呀？今天做石墩炒肉。可没听说过这菜系的。你没听说过都对了，这是我大壮的创新菜。你放心，我腿都是软的。好吃了多吃点，不好吃了你少吃点，饱蛋的不少了。把豆豆炒黄，下入羊肉，翻滚吧我的小宝贝儿。一锅青红麻椒、干辣椒、姜片、葱段，倒入顶把凉水，小火再煮20分钟。喝大水吃饭，少喝了。大帅，按计划行事。啥计划呀？端走啊！我大帅是哪人？
咋这味儿啊？大腿，你吃不热？这小子是十分烫的肉，还大楼烫席。我说今儿这味儿才不一样呢，原来是创新菜呀！端走。不是生火做饭。哎，等下，给真喊你。壮子，这可是好事啊！你得带彩礼啊！我的个乖乖呀、啊，可咱还是玩父母吧。我都给你。别说了吧，好吃嘴，给你表演个跳水，站住的。啊！你这个大叔这个瞌睡啥也不是，现在不喝了，我要划龙舟。好的，翻龙吧。现在你这一个小小的无边泳池让我有了夏威夷的 feel。 啥的 feel 啊？感觉呀、啊、我花人家好吃嘴中国的好，不喝是狗。你这俩货光叫享受的，干啥的都忘了。时间差一会儿，跟着我的脚步往这儿看。当当当当，不是，这是来自夏威夷的四条牛蹄儿。先生，这回走上在这地上买来。你这老头话都多，咱今天住他夏威夷房，整天嘴喷的跟那火山一样。你懂的啥呀？俺这叫人在河南，感觉在夏威夷。说的好，先生，烧火好吃嘴。夏威夷牛蹄烧的忙，好吃嘴。这牛蹄看着有灰指甲呀、啊！他跟你呀、啊，还有作息。你自己干嘛杀你都死、哎！你不干我也不干。确定三年他孩子不能杀。我来了，好兄弟。嗨，现在你也是空跑吧？啊！打定邪门，壮子吃个菠萝皮。看，没有。牛蹄洗干净，倒入五香大料，倒入汤色，108粒炖肉燕，红酒高里头。裴永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来，你看，咋的呀？快，这咋俩毛味呀、啊？你都不知道恁的毛啥时候生了？我不这呀，壮子，这可是好事啊！你得带彩礼啊！那你不得上礼啊？准备礼金，今天犒劳犒劳毛，给他加点餐。咕嘟嘟咕嘟嘟，四个小时不过。咋样？现在看着带劲的啊？夏威夷牛蹄能不带劲？你给那搂八万了？咋说话呀？坐住！出来吧，你带劲。现在吃住烫嘴，只要你吃的够快，烫就粘不上。这次的辣味麻味是真出来了。现在直接炖的人都烂乎了呀，四个小时呀。中午的吃，吃了接着玩。这啥老伙计，表演好了，你有肉吃；表演不好了，我有肉吃。听明白了吗？走。好吃嘴，这可是人类的朋友呀，这可不敢吃呀。你小子想多了吧？咱要大打桩，表面拉开。你是不是故意接着喊他的呀？他是我的宝贝，别人都聪明，我想大喊大喊。干俩素菜好吃的，赔不了你小子。No problem, 不是干活。走，拉开。走，伙计们，今天好吃的来吃饭，花了大价钱，一定要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开队。不讲了。
我买个鱼缸叫他洗澡来，洗洗不是洗的，以后你还洗不洗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做菜还是正经的，今天做个五香绿豆大腿腿龙虎。你花了个什么呢？大家壮都洗好澡了，先把凉水凉水下锅了。我不吃了，手化了，手化了，不吃，手化了呀。血腥三节草，菜子不能少。拿开，小凳子叼过来哥。爷，比大壮都强。你真听话，拿过来吧。老出相惜，九十八个菜籽哟。出娘三边缸里头，豆边的甜面的黄豆酱缸里头，数米数盐数嘴数锅数料数根数个那缸里头，炒出香味放入里头，感情修复液，你喝了，啤酒不够水来凑，往哪儿排的呀？凉快吧，神头老手好哟。到如此这场所，为自己代言，耐心等待三个小时，大火对天倒出来，拉开，现在开过去。好狗，快快，咦，好狗，好狗，装配，哦，中午的喝，不喝是狗。嗯，小裴，这是你的。拉开，这是你的。有毒，我捉住。有毒你还吃啊？他吃完我吃啥？沾个小脸儿，吃吧，某鱼啊！伙计们，还是这驴肉香啊！见这，这这味道可不赖啊！我今儿看着狗的面子，才给你做了一顿。先给我拿过来。您说我说错了，我看着你的面子，给狗做了一顿。你说啥呀？我一撇呢。小钢炮，今儿做这八字肉看着都有食欲。坤儿，你这导演咋导的呀？肉我都快做熟了，好吃的还不来上班，去喊他上班。那叫我骑你的狗蛋去吧。上班你骑我的狗蛋，你那腿嫩长，不等着我的日马大杠都亏了。去吧，赶紧喊他去。你真是我日马穿。春帅，准时接快了。哎，老朋友。好吃的，上班了。今天下菜去啊，八字肉来啦。县志，我来了。你这个老同志，我得批评你两句，时间观念不够严谨，工作态度你自由散漫，无纪律，无团队精神，照你这样发展下去，咋树立工作的榜样，咋传递烧火精神啊？你出来打一把赢了，我今天就是我来一会儿，你我来会儿的朋友你也烧不起了啊！我你啊！伙计们，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列队，倒入搪塞。情感修复一样缸里头，树皮树叶树枝树果树腰树根树疙瘩树瓶糖缸里头，蛋蛋缸里头，盐、yeah! 好吃嘴过来看着火，我去买点盐。小弟来，这辣椒往这一放，我今儿得吃一大碗米粉。你咋不吃十大碗呀？吃的不少的。
我就你说我。走一个不合适，走。尝尝味道。伙计们，这样的把子肉你能吃几块？跟这些肉筷子整那米饭吧干啥？今天吃点肉就得配米饭，看这虎皮蛋咋样？还是吃这过瘾。伙计们，今天给这道菜打个评分，团入席99，团上菜呀！我不上。你吃不吃？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请息啊！端春今天真美丽，换了一张骆驼皮，今天跳舞不过瘾。明天还得再继续。哎呀，这是美食节目，不是综艺。干什么？艰难平息。老丁，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家大壮。快呸！啊，不如那仨字儿。爸爸，爸爸是爷爷。今天做个十包骆驼皮。往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，该来的跑不了。冷气，我确定三碟汤，牌子不能少。老肉，花去多余油脂，串串晾干，团跟我来。大拿袋往哪拱呀？来。你是猪啊？吃真香！李寡妇盖房剩的石子儿炒热，过来炒，不炒。快，松子球啥味啊？比石子儿好吃。不知道给你大哥留着。八碗汤皮。盖个被子，烫成这个熊样子，出锅，水中浸泡，泡好的肉皮裹上肉馅，卷卷，捆绑，搞定，上笼，大火堆开，看着你的表，45分钟，搞定。那松子干啥去了呀？给邻居送点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的谁？你不这熄火，盖上盖头，加定型，浇上料汁儿，中午来吃，不吃是狗。哇，简直满嘴溜肉，真香！里边的肉香，外边的皮筋道。简直，这道菜也就你那地道能想出来了吧？我是谁呀？美食家。朋友们，这道菜虽然说很麻烦，
但是它真的很香，值得尝试。快上桌！滚！给他两个。这是你吃来，这是娃娃鱼吗？贤侄，它快挂了，挂了好呀，挂了我三分钟就过熟了，你多熟了，我两分钟就吃完。这娃娃鱼是天生的，这大壮天就做了吗？你看那厨师，一个厨师穿着洗衣中心的衣裳才能做好。这前两顿你也没少管。那你去吧，做好了我捡回来的，做不好了咱可不吃。好嘞。能爬不来吗？还上火去吧！上这嘴上鱼，鱼来，鱼来，鱼来！别着，贤侄早能天色回头，这鱼就来，对吧？贤侄在家等待，最初的开心里来。兄弟们，今日菜系蒜香娃娃鱼挑起来，给娃娃鱼泡个小鲤鱼，盐增加点底味。蒜香娃娃鱼蒜籽最多，下去吧！炸黄老虎肥肉，葱姜炸香倒入醋汁入锅煮八角，蒜籽点好油，干净秀气。鸡丁、味丁、胡椒粉，麻香味儿，水豚必出料渣。先这先这，我吃麻辣了呀！别慌，下去吧！我在这吃行，兄弟们，小火慢炖30分。好吃嘴。你可真会问，叫你过来。别忘了大火烧皮，要的还干。倒入炸香的蒜瓣，一瓢小米辣，好吃的老太花。兄弟们在家做饭，请勿模仿。淋上料汁儿。先这先这，我吃鱼尾巴。你这老头可真会吃。我吃个鱼尾顺风又顺水，那有什么不同？老头会的不少了，吃个鱼头一年不疼。朦胧中有你，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，你就在我的世界的彩虹。娃娃鱼的皮好，娃娃鱼有很多骨头也是软的，也可以吃。大棒子，现在娃娃鱼尾巴真香。这是你吃来，卷个馍馍，越拉越健康了，兄弟们，还过瘾呢。好吃的卷馍馍吃更过瘾。阿壮，你煮啥好吃的呀？音乐起，大壮，恁叔对不起你，不该欺骗你，不该偷你的肉。今天给你做个最后的告别。咋了？医生说我营养不良，食人不多了，能不能叫我上次过一再做顿饭？音乐停，你记住，我大壮虽然不能陪你一生，但能让你的大肠满满当当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做一个大将罗所长。去掉骆驼脚底板，大卸八块，冷水下锅。这顶三鲜了，太不能少。
先这，我去洗手吧。你还咳嗽吧？98号菜籽油，酸瓣放香，前面亮黄豆酱，豆瓣酱，醋皮水，醋籽，醋窝，醋椒，醋粉，醋蛋，搞里头，下入骆驼蹄儿。翻滚吧，我的小宝贝儿！生抽蚝油，丁麻凉水。要想做菜味道好，辣椒和盐少不了。大火对开啊！好吃嘞！这烧火烧年轻了呀！现在都到这份上了，还不相信我？出锅，别吃嘛！伙计们，中午的吃。收破烂！啊！收破烂！我叫你！我操呀！不装了，见这吃了你煮的饭，瞬间我可有底气了。软烂烤肉的，那真香！这骆驼脚掌吃着有嚼劲，看着筋，烂乎不烂乎？就你那拙劣的演技，我一眼都看透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虽然我大壮不能陪你一生，但能让你的大肠闷闷噔噔。贤侄，贤侄，快点开门！贤侄，快开门！来来，快锁门！快，咋了呀？你快吧，赶紧！我的弟弟呀，好吃嘴，水今儿打中了，水真漂水，水。今儿这一车玉米馍别打呀！贤侄说了，今晚上给你做个一鱼18尺。好吃嘴，我咋的？我今晚上做不好，脸都毁了。还说你这呆傻！贤侄，好好干啊！春帅，我来了！大壮，这鱼都有哪18尺呀？煎炒烹饪炸，刀枪棍棒耍，勾月斧毛剑，勾圈皮带锤。你摸我玩谁呀？话不少了。鱼鳞也是一道菜呀。撕掉鱼皮。老米，鱼头鱼骨葱姜水腌一下。两条鱼处理好了，咱还好吃的小锅。鱼鳞焯水，鱼皮过凉，炸个鱼鳞，炸个鱼块，炸至八面金黄。倒入酸汤，鱼头淋上剁椒酱，剁椒双鱼头，把
来做个鱼骨豆腐汤。虾如素高汤。鱼盆豆腐。酸菜爆香。柠檬。水滚虾鱼片。花椒辣椒干椒墩儿。地上的油。五鱼盆。淀粉。出锅。鱼头也熟了，出锅。地上的油。鱼皮。剁椒双鱼头。椒盐鱼块。油炸鱼鳞。泡椒鱼皮。红烧鱼块。酸菜鱼片。酸汤鱼块。鱼排豆腐汤。做好了吃吧。大壮，为啥只有八吃不是十八吃呀？这是八吃呀。这个到为难的了。这是八吃呀。吃吧。酸汤味儿不赖呀、啊，我喝了。大壮，今这桌子菜做的不赖。好实在，今儿你钓鱼辛苦了。崔帅，你是不这样，今为了钓这两条鱼，我一根都不能吃上了呀。明儿给你买根好的鸡翅钓。你我爱死你了！吃吃吃吃。县志，今儿这是马腿来之不易，我一看这做点心呀。你放心吧，只要大锤不在，马腿我给你做出来驴肉味。走，回家。大学生的结婚的不在家，那我都放心了。大锤，好吃菜，咱俩算做干活来，别说你腿干活出来。限制限制，这是今早上俺俩给人家帮忙杀马送的马腿。咱们送人没？咱们送你一套呀！也不是啥好东西。啊，男人给你烧了一年火，房子都卖了一套，光出了没钱呢。崔帅，这都是我自愿的，在家里没多少房子，卖一套算啥嘞？人对起你的好吃最多面。县志，别往心里去，他就是母老虎。母老虎你还娶他？咦，一会儿我给你讲讲我咋娶他的，做饭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今天做个麻辣马腿。县志，不要因为大水影响菜味啊。坐住吧，我大壮做菜是认真的。冷水下锅，去腥三件套，太子不能少。肉撇香。不适合菜籽油，老冰糖老糖喝，下如肉肉，边炒五仁撒黄，倒入葱姜，豆瓣酱辣妹子高里头，薯叶薯籽薯果薯皮薯条薯皮薯蛋高里头，加入滚水，没过食材，水开换家伙。红缺蛋，为自己代言，再卤四个小时。
好吃嘴，你咋心都打锤的呀？啊，别提了，当时不要彩礼，还倒找我了8888，还给我买辆山地车，最后求助我，我再同意做倒插门。好吃嘴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大壮，你来。好吃嘴，来来来来，小锤锤，我来了。老娘吐露你，饶你也会发家，喷啥的喷。大锤吃饭，一碗肉，一瓢汤。好吃贼，以后出去再瞎胡说，贼死他！你也不是啥好东西。大锤，今儿这红烧马腿面咋样？看着不赖。再来份带皮的肉，有嚼劲。现在这肉味不赖啊，我大棒锅面啥时候让你失望过？就是这个味儿，麻麻辣辣的味儿啊！这小子的水平真烂。现在咱俩去开饭店，就这面卖9.9一碗，肯定能活。说不你的吧，这肉都值多少钱呀？你说的是这位老师叫来，不是老娘举你老李家早就空了。兄弟们，咱今天拍一个详细的酿酒过程，看看这酒是咋做出来的。Let's go！ 这是经过长达10天发酵好的米酒酒糟，像不像早上喝那豆浆？小米洗碗，闻一下都有酒精味了。好兄弟，现在酒精度多少？九度，已经具备蒸酒的条件了。现在开始蒸酒。Let's go！ 这火不要头摔掉。这一种锅是双层蒸锅，先把里边水加满。这四根加热棒是通过蒸锅内部传输热量，对米酒酒糟进行加热，从而达到蒸馏效果。这是一桶50斤的米酒酒糟，大概能做出20斤53度左右的酒，可以想象带酒的利润有多大。天冷了，盖个帽子，装上导气管。这倒气管一定要一头高一头低，这样出来的蒸汽经过冷凝之后，酒体才会流到出酒桶里边。每一个缝隙注满清水，防止漏气。这两个水桶是冷却桶，一个是给倒气管降温用的，一个是给出酒桶降温用的。蒸汽冷却之后，再次流到出酒桶里边，再次冷却，从这里出来的就是酒了。我已经烧上了，炉内温度只要达到90度。就可以出酒了。经过30分钟的蒸馏，已经断断续续开始出酒了。这是刚做出来的头酒，是不能饮用的，直接倒了。现在已经正常出酒了，咱得把火调的小一点，要不然做出的酒口味发苦。现在测量的是头酒，看看酒精度有多少度。65.7，现在66度。先尝一下这66度的酒啥味道？啊，跟咽了一团火一样，口味有点微微发酸。现在这酒出了大概有5-6斤，现在酒精度数刚才测量了一下58度，再尝一下现在的口感咋样？现在酒说完你就尝水呢吧，一会儿你尝。现在这口感也没有刚才那么烈，但是口味还是有一点。兄弟们，看这酒花咋样？这酒像不像矿泉水？蒸了1.5小时，大概酒出了15-6斤，54度的酒。下边酒咱不要了，哈子腿关火。好嘞。
兄弟们，咱算一下，这15斤54度的米酒成本是多少？30斤碎米51，加上9曲10块，一发起9万40，多少呀？101。兄弟们，每一斤酒的成本多少钱？自己算。我的工资嘞？给你兑了斤酒。我干了一天活就值10来块钱，这都是万，啥都是万，给你了斤都花。